边右边。加油啊，林丹！林丹记住了吗？以前那么简单啊。现在有我们的学妹已经放弃在这里了，你还好吗？不想再跳了。不想再跳了。哪首最难？今年的明星赛又要到了，很荣幸呢，今年我一样是担任明星赛的舞蹈总监，六队啦啦队的开场都是由我来编排，那也非常谢谢联盟的信任，可以让我连续两年担任这个舞蹈总监。那往年的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传统，就是我们各队啦啦队会私约练习，每队都会派出几个女孩来教各队应援，让大家更容易上手。所以今天不止我们乐天女孩会出现哦，还有统一、味全、中信，总共四队女孩会一起来练习。各位看看谁来了，这是今天的第一名，味全龙代表佩佩。第一名，我昨天其实才刚排练过。真的假的？就是我们一整天大概一点到五点哦，练一整天的明星赛。哇塞，练四个小时。哎，我们乐天的两个女孩进来了 ，Yuri 竟然出现在这里耶！第二名，对我们乐天第二名哦，因为第一名是味全佩佩跟那个我们的芝芝，你竟然第二名，你没有知道哎？芝芝是第一次参加明星赛，对，第一次参加明星赛。哦，因为我离开的时候，隔年就办明星赛，那时候有疫情，所以就没有明星赛。那能够参加的心情是什么？就是很紧张。很紧张？不会，你看他那么淡定。我想说。自己队的我还在努力跳得很完美当中，但是不管怎样，你有两队，对，就还好。那现在问一下我们家的你，自己回去有练习吗？有稍微看一下，先把最难的练起来，然后后面就会觉得哇，得心应手。哪一首最难？气概三合，气概三合最难。好像对你来说还得心应手还好，就是剩那个主题曲那大主歌。其实舞还好，主要是。歌名啊，还有球员啊，他们的舞要跟人合在一起哦。当中是有我们兄弟，对，跟我的兄弟哦。我们兄弟跟我的兄弟就不一样了，名字都超像，然后就是会搞不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。哦，兄弟代表军白，对耶，哎，你是兄弟的第一名。今年的明星赛是大巨蛋，大巨蛋元年。什么心情？分享一下。不用再受延赛之苦。啊！对，助理主持。可以。你是不是受灾户？我跟你们讲，去年确实是受灾户，因为去年的明星赛本来两天嘛，结果一个下雨，延赛变三天，而且又是大巨蛋元年，我自己是非常兴奋啊，毕竟元年，然后很荣幸又能够当到总监。要是你了，好棒哦！希望大家喜欢啦！今年的开场舞也有一些特别设置，因为毕竟我们今年是缩在五分，对，六十个六队啦啦队六十个人，然后缩短要在五分钟就把它完成，所以各队都是紧锣密鼓的把音乐接很紧，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开场啦。直接用加速会不会更好？也许两倍速、三倍速、四倍速。如果明年还是我，我们就来试。可以耶！我最喜欢的应援曲，除了自己队的哦，我其实喜欢那个哦，陈晨威，因为就是我第一次去看棒球，我是跟蜜凡去哦，跟看球，所以像是我第一次接触棒球，然后就对这首歌就很有印象。我最喜欢，不单讲自己队的，对，这个啊，郭彦文，郭彦文，艾露。还行，哎，可以哦。刚刚不行。各位，我们要练舞了，明星赛。结果林丹居然还没到，笑死！这边是统一加味全，一个是统一的艾露，一个是佩佩，然后这边是味全的星辰，太棒了！是的，又来，每年的练习绝不缺席。没错，放到哪一队的音乐，哪一队的啦啦队就出来带练习。哇，是我们曾经的秀秀，哈哈。
马秀秀王奶，还是说秀秀子？没来，哈哈，芳芳没来。左边，右边。肯定啊，但是人家到了，可以可以。回来啊，回来啊！最熟的叶宝娣。好壮观哦，大家一起跳这首。凯蒂舞曲，凯蒂舞曲。林立轩，竟然有我们的学妹已经放弃在这里了，你还好吗？我不想要再跳了，不想再跳了，要崩溃了。哪一支最难？那个抬杠的唱，最崩溃。还有那个拉手，甚至不知道名字。你还有几天的时间啦，加油好不好？分享一下你要去大巨蛋参加明星赛的心情，因为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哎。不会啦，有机会一起参与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。参加大巨蛋的明星赛，子萱也是今年参加，心情如何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心情还不错，是不是？这个焦虑的要死，一个很焦虑，一个很淡定，没关系，好，赶快去练。这首是令大家最崩溃的。孟杰问号，真奶也问号，太复杂。哒哒哒哒哒，完了，对，完了，今天还没有抬杠的人 ，QQ。是魏权的最难吧？换抬杠。好，换人，风水轮流转。鱼儿还好吗？练弩。哦，好难，不要怕啦，那天就会了。哪一首最难？哈哈，大家公认都。你们，加油啦，加油啦！我很喜欢这首哎，觉得这首特可爱。就是各个女孩的练应援时间，说真的有各队的女孩来带练应援，其实这样学的真的比较快，因为有最正确的范本，大家就不会学可能这边是要一啊，可能是七，或者要拳要掌，大家都会更清楚。所以每年的这个练习我其实都觉得超有意义的，不只是球员在明星赛的交流，连我们自己女孩在练习的时候也是交流。我们练完了，接下来就是明星赛见了。好可怕，我紧张哦。我里面我最喜欢的那个飞翔的那个，我很喜欢那个，我喜欢那个哦，就他去年就出现，那我自己就很喜欢。哦，我最喜欢的是副帮的，哦，就是那个正胸，哦，这今年这一首也非常受大家欢迎，非常好，期待六队啦啦队一起呈现这些经典的呛词，真的吗？对，加油！